牛。这个风险大吧？好像也没看到有什么，外面看不到，但是这种料就是有点风险。就是外面看不到的，有可能有风险。树干这一坨应该没什么风险吧？就怕这个芯裂进去。切个多大的图？这有些干。应该有十个木呢。看起来就是这一块最好看。哪块？这里最黄。那这里种不了湖，这不盖也不算，这盖也在湖上面了。有十公分啊，这么大啊？啊？啥款式哦，不到。你要做高款的话是九公分，像笑英之类的高款的。笑英也可以，哎，我挺喜欢笑英的。那就笑英高款的九公分吧。因为你要到这里嘛，你要大的要十公分也可以做，但就是闽湖、像盘古之类的，是吧？哎，而且这个料花纹，我看一下花纹都点在。湖坝和湖嘴有料，做笑英我觉得大气一点。对，笑英够了，这干要做好了，位置做盖嘛，然后要这一桶，卖了再先啊，你卖就做吗？做这一桶。嗯。颜色太苹果三，对，以前买的真的还不如六 A， 对呀，六 A 级最好，对，六最好，但是我手机忘家里了，所以今天就只能拿这个拍。嗯，那拍料不比三十五好看。对，但这种颜色好像就偏黄，到里面应该好。没有，我是说这个手机，本来这个看着还是红的，这个汤水很漂亮的。嗯。这种应该很吃辣的，上辣很漂亮。底色浅，它就上辣，花纹清晰。这个料的花纹在，应该这边漂亮，嗯、是吧？我这个树枝，这个分叉应该有挺多可以画的位置，是吧？对呀。